老婆，我洗澡上手啊。过来呀，新来两个美女，长得老好看了，赶紧来，你一个我一个。好嘞，哥们儿，我马上出发啊。去外面鬼混，你根本不可能，没门。谈点求生欲极强的男人，是这样写的吗？你儿子跑了。这不是一个很粗的。这题我跟你讲了多少遍了？数学就这么难吗？真难，还是你没用心？哎呦我的妈！擦地呢？啊，擦吧擦吧。媳妇儿，你找我啊？干啥？来。啥呀？明天咱出去玩，把咱车那个油加满了啊。加多少钱呢？500。啊，行。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500块钱必须都加油，听见没？你要是敢私吞，看我回来不踢你。啊。你好哥，欢迎光临先熄下火，咱加多少的呀？500。哥呀，咱这车300就能加满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500块钱必须都加油，听见没？你要是敢私吞，看我回来不踢你。剩那200你给我呲地上。老婆，你今天晚上要是做饭的话，你就少做一点，因为我跟我朋友约好了去上网，然后你就自己在家一个人吃了，行吗？啊，行，去吧。啊，行，那我走了。嗯。我问你，那个没有什么事儿吧？没有啊，没事，你去吧。啊，那我走了啊。嗯。那个，给我来切吧，你这盘子切碎了，然后我那个，我切完我就不出去吃了，因为。外边菜不干净，然后也没有你做的好吃，我还在家订你吃。没事，我来吃。正方形的超长形的，是不是变成了长形的？这么老气不对啊，就给你憋死掉了。你两个对我好吗？滚！干嘛呢？没有，忙你了。你说了多少次？哎呦你妈！你别说了，忙你忙，你忙。赶紧把我气死！啊，迟早让你爷俩把我都气死，活生生的气死。你等着，忙你的。鞋，这不对，这样鞋太小了，是吧？大点。哎呀，你现在一毛钱不挣，3天一小卖，5天一大卖，挣的是歪瓜裂枣的。人家真的亲自卖的，你卖啥的？比钢粗，没钢光，除了裤子都是腰。哎呀，媳妇不累了？哎呀，热不热？热死了，你靠！给我媳妇补点开水吧。哎呀。去外面的菜去啊！啊，去吧。我能跳舞再说。不用跳。跳个吧。不用不用，去吧。跳吧。你哥挨骂了。我听见，别打扰我，等一下我也挨骂了。那我咋整啊？我去打扫卫生的。打扫啥卫生啊？阿姨在打扫卫生。你赶紧走，我都紧张了。紧张，我也紧张，紧张咋？咱俩一起读吧，啊，一起读，大点声快点，一起读快点。白石白石白又滑，斑斓白石塔。陪他读书呢。白石八白塔。一个字，绝。干嘛？
说我，给你机会吗？我跟你说多少次了、啊？说你是闯进上根，不知道你垃圾桶里的吗？眼里怎么一点活都没有？有人。兄弟，你收了。1000块钱，你前女友借你400，我借你200，你还剩多少呀？20。怎么会剩20啊？因为我会把980都给你。那剩下的20呢？我用20块钱买一个搓衣板，我要好好反思一下，我的前女友怎么会找到我呢？我怎么能让我前女友在联系装饰？我配拥有1000块钱吗？我不配，我只配拥有个贵起来比较舒服的搓衣板。烦死你了，哎呦我的妈！记得关注再走哦。